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继续讲我们上节课讲的渲染技术及其应用。我们上节课呢开了一个小头，今天呢我们来讲这个渲染技术及其应用。在这之前呢，我要解决一下我们上上节课所遗留下来一个问题。这个呢是一个2012年的一个真题，然后我让大家回去完成这个题目。然后我在群里面也看到大家已经把这个答案给做出来了。答案选什么？好，其他同学呢？好，答案选 B， 我想应该都没有问题。那我就不多讲了。我想大家也应该找到相关的资料。好，我们上节课呢除了讲这个渲染技术及其应用开了一个小头，还大致讲了一下我们的燃气冷热电三联供。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为例，讲了一下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工程的概况，还有它的设备选择、它的系统流程、运行方式、主要的经济性能指标。这个呢，陈同学很精进，把麻将的时间都给腾出来了来上课，这个很不容易，应该表扬一下。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我们这个冷热电三联供呢，我上节课也讲到，就是真题我看了历年的真题考得非常少，非常少出现，几乎不出现。但是呢，因为它是大纲里面新加入的一个蓄冷技术及其应用，就是说比如说看我们的大纲，我们大纲在这里。我们的关于蓄热的类型、系统组成及其设置要求呢，在 5.5， 然后 5.8 呢才是讲的这个燃气冷热电三联供系统的一个使用条件、系统选择和设备选择。所以呢，但是因为在我国这样的背景下，就是节能减排这样的呼吁和这样的要求非常紧迫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几年的真题可能会考得相对更多，就是更有很大的可能会考到这方面的知识。也希望大家对相关的知识点都能够比较熟悉。我相信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练习，对我们的课本它的知识点，各个知识点然后大致讲了什么都会有一些印象。这样的话，我觉得假如说能达到这个效果，那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当然同学们，大家在课后的时候也要稍微稍加的复习，翻一翻你的课本，经常翻一翻你的课本。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渲染技术及其应用，还是先带领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大纲要求。它呢要求我们了解蓄热的类型，它的类型、系统组成，还有它的设置要求。在我们的课教材呢，它分别介绍了蓄冷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分类。它的应用场合，再一个呢，
再一个讲的是，我们再来讲的是制冷系统的组成和它的设计原则。我们这一节课呢，主要是来讲它的原理和分类，然后再加上它的制冷系统的一个组成，我会给大家介绍。然后下一节课呢，我们会来讲它的设计原则。同样的，我们这两节课都会有大量的练习，给大家通过这个练习来达到这么一个知识掌握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我也会留给大家几个作业，就是关于我们往年的真题，关于这个蓄冷、蓄热这方面。蓄冷方面呢，几乎每年都会考那么一两题，几乎每年都会考那么一两题，所以呢，这个蓄冷这方面，这考的还是相对来说还是考的比较多的。好，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上节课呢讲了一点点，讲了它这个非冷系统和蓄冷系统的一个区别，它的非蓄冷空调，它的蓄冷空调系统。这个呢主要是带大家先大致的看一下我们这个蓄冷系统它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像我们这个非蓄冷的一个系统，它就是比如说空调系统，它就是直接通过室外机，外面有多少热负荷，然后对应里面有多少冷量，多少制冷量。然后假如我们这个有蓄冷系统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跟蓄冷系统进行一个换热，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一个经济性的一个这么一个作用。因为蓄冷的话，你可以在用电低峰的时候、低谷的时候来进行一个蓄冷，这样的话那个时候的电价相对便宜，有一个经济效应。我们来讲它的蓄冷技术的原理。原理呢，昨天也大致的讲了一下，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教材676页，它的原理呢，就是指它的空调，比如说拿空调蓄冷技术来讲，就是采用这个制冷机和这个蓄冷装置，在电网低峰的廉价电费计时时段进行蓄冷作业，然而在这个空调负荷高峰的时候呢，将所蓄冷的冷量释放到成套技术。所以它这里给了一个定义，就是说蓄冷技术呢，就是合理的选择蓄冷介质、蓄冷装置和设计系统组成，利用优化的传热手段，通过自动控制周期性的实现高密度的介质蓄冷和合理的冷量释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这里有一个自动控制，就是说在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一直以来所讲的这些设备都涉及到一个自动控制方面的一个说法。其实呢在我国其实自动化程度还不算高，相对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发达的国家，他们的自动化程度可能比我们的高。就是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一些电厂、一些老电厂，他们很多的那个装置都是人工去进行一个操作。另外一个呢，我们国家因为这样的一个管理制度、管理方式，所以很多电厂它就也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升级，因为你升级的话你成本可能比较高，再一个呢你也没有升级的必要，因为人工这方面。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自动控制方面会是我们包括我们这个制冷热泵技术这方面都会是一个有很大的一个前景，就是跟它的一个结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作用呢是移峰填谷，
平衡电网负荷，降低运行成本，这跟我们这个移风填谷，跟我们这个之前讲的冷热电、燃气冷热电三联动，它也有这么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它拉闸限电，应急能源可以作为一个应急能源，比如说在一些比如说在医院啊，假如说有一些东西需要药物或者什么需要，一定是要在温度比较低的条件下，有一个冷库，或者说是一个冷藏装置，假如说断电的话，医院虽然有另外一套这个，有另外一套这个发电系统，但是呢，假如说我有一个蓄冷的一个，作为一个应急能源的话，那它的成本可能相对来说会降低非常多。再一个呢，它的蓄冷系统的设计，蓄冷系统的设计呢，我们会在之后讲到，包括它的设计原则，我们会在下节课讲到，包括怎么样来选择它的合理的选择它的这个蓄冷介质、蓄冷装置、制冷机，合理的设计系统，或者是利用这个优化的传热手段，通过自动控制，这个是在我们课堂里面，我们教材里面对这个蓄冷技术的一个定义，它这里讲的是周期性的实现高密度的介质和蓄冷和取冷。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运行方式呢，这里有四种，一个呢是延长运转型，部分负荷蓄冷，再一个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延长运转型，还有分呢，缩短运转型，就是也是部分负荷蓄冷了。再一个，它有一个分离蓄冷型呢，是指的全负荷蓄冷；还有一个填谷运转型呢，也是部分负荷蓄冷。这个蓄冷系统在这个实际运行过程中啊，它根据这个空调功能、循环周期的一个负荷特点和量值，然后结合这个电价，考虑到这个经济性嘛。然后蓄冷系统呢，可以采用这个蓄冷释放功能、制冷加释放功能加上这个制冷机功能的多种运行方式的一个最佳组合，就是实现它的结合它的这个电价的一个计时。可以分为两大类，主要是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全负荷蓄冷，就采用全负荷蓄冷的方式，在非电力谷，就是那个电价不是非常高的那个时段，处于在比较低的时段呢，总冷负荷全部由蓄冷，在非电力谷段，就是说在这个电价比较高的时候，那个阶段，比如说用电那个时候是高峰期，它电价相对更贵，这样的话呢，它的总冷负荷全部由蓄冷装置提供，就是说它制冷机也不运行了，就仅仅依靠这个蓄冷会朝向这个用户功能。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全负荷蓄冷多用于这个间歇性的空调场合，比如说体育馆呢、影剧院呢等等这些一些场所。它有一个特点是它的蓄冷方式的要大，再一个呢，它出投资比较多，但是运行的电费非常低。再一个呢，介绍它的部分负荷蓄冷是采用这个负荷蓄冷方式，一般呢是在非电力谷段设计的，总负荷呢在30%到60%，在我们的教材677页。它由这个蓄冷装置来提供，蓄冷装置跟这个制冷机联合运行。显然它这个方式呢，在过渡季也可以执行全负荷蓄冷的方式。同样呢，它采用一个部分负荷蓄冷方式，因为出投资相对更，就是比我们这个全负荷蓄冷呢肯定更低，所以应用呢相对广泛。在我们的这个课间里面呢，它又
在这个全复合序列跟这个部分复合序列又细分了，就是全复合序列呢指的是这个分离序列型，而这个延长运转型和缩短运转型或者是填谷运转型呢指的是部分复合序列。这个呢不是非常做要求，大致了解就可以。好，我们看我们的教材677页，它的应用场所呢其实就是根据它这个执行分时的电价，股份电价差较大的地区，同时自身的空调用电负荷又不均匀的用户呢，经过这个技术经济比较，都可以采用这个空调蓄冷技术。一般呢，他介绍了以下1、2、3、4、5、6、7空调蓄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场所。比如说在办公楼、银行、百货商场、宾馆、饭店等，就因为它使用时间内这个空调负荷比较大，像这个一些商场、商业场所、一些办公楼、一些银行或者饭店这个地方，它空调负荷的高峰段跟这个电网负荷的高峰段呢相重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晚上吃饭的时候，那个时间段，比如说这个时间段是用电的一个高峰期，但是呢它这个用电高峰期呢又跟这个电网负荷，就整个的这个电网的负荷，它的用电高峰期呢重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假如说我用蓄冷的话，那我就可以大大的节约这个一个电价。第二个呢，比如说影剧院、体育馆、大会堂、学校等，它的这个冷热负荷显著不均衡性，就是它不成一个周期性啊，比如说有的时候人多，有的时候人少，有的时候它还分季节，比如说在游泳池啊等等，就是说它这个显著的不均衡性啊，然后有条件的用这个闲置的制冷设备，可以周期性或间歇性的使用。再一个呢，它介绍了一些工业性空调的一个使用场所，就是说它的特点呢是空调足时负荷的分谷差比较悬殊，就是它用电多的时候就非常多，用电少的时候就非常少。它使用长焦的空调呢，会导致这个装机容量过大，就是当装机容量过大的话，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利于它的一个效率，而且经常呢处于部分负荷运行的一个场所。再一个，它介绍了电容量或者是电力供应受到限制的空调工程，还有避风限电要求或者是必须设置应急急用冷源的一个场所，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医院，比如说医院的太平间，或者说是一些冷藏药物的一些地方，它就必须要达到那个温度，就是它需要有一个应急备用冷源。第二个呢，它提供这个冷温冷水，低温冷水如果要求采用低温送风的一个空调工程。第七个呢，它区域性集中供冷的一个空调工程。好，大家来看到我们教材里面，我们这课件里面它这个蓄冷技术的一个分类啊，蓄冷技术呢它分为这么三类，就是说一个呢是水蓄冷，一个呢是冰蓄冷，一个是呢供精盐蓄冷，就是说在好像在我们的生活中，水蓄冷可能相对也挺多的，而冰蓄冷呢，它这里着重的讲了这个冰蓄冷，就是说它向末端设备输送和分配冷量过程中呢，根据它有无冰的移动来分为静态制冰和这个动态制冰。静态制冰呢是它
冷壁冷却面上形成层状冰，冰的形成和储存位置呢不变。就是说它坚壁冷却面要形成这个层状的冰，但是它形成它，但是它的位置不发生改变。而动态制冰呢，就是说它在冷却面上不形成这个我们刚才所讲的它，形成有流动性的一个，不形成这个储存位置不变，像不形成这个上面的情况，而是它会有一个流动性的冰浆，然后冰的这个形成和储存位置呢会发生改变，不是在同一个位置，所以它又可以再细分这个静态制冰呢又可以分为外溶冰式、管外蓄冰，还有内溶冰式、管外蓄冰，还有封装容器内的蓄冰。同样的，动态制冰呢又分为间接和直接，直接呢是指冷气跟水直接接触形成水和物，而间接呢同那就是不直接接触形成水和物了，但是它又可以分为这个冰浆式，还有冰晶式，还有这个制冰滑落式，它这里的是冰板。这个呢是过冷水，这个呢是冰刀刮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教材，在我们的教材677页，它这里的一个分类就介绍的比较明显，包括它的特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水冷式，它可以分为分层化、迷宫、曲径和挡板，还有复合的储槽。它结构特点呢，它的分层化的结构特点呢，它温度分层型，上部的温水进出口，下部的冷水进出口，简单常用。而下一个迷宫、曲径和挡板呢，它是串联混合储槽、并联混合储槽等，它其中的串联混合储槽简单常用，然后单元槽当单元槽大于50个的时候，应该采用并联分组并联式，它的串联混合槽的单元槽大于20个的时候呢，可控制整个备槽冷却水、储槽冷却水的一个混合。而复合储槽呢，它空实槽这个多槽切换型、隔膜型和平衡型，结构复杂，使用的比较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冰冷、冰蓄、冰蓄冷冰蓄冷呢，我们的教材也介绍的非常详细，就在我们的教材678页。它这里冰浆式呢，指的是这个动态制冰，间接的一个动态制冰，就是说水在这个水喷淋在圆筒型满月式蒸发器的表面，形成这个薄冰，然后靠这个旋转刮刀削弱于这个蓄冰槽。大家需要知道的是，它是一个间接式的，它是一个间接式的动态制冰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冰晶式呢，它也是一个间接式的动态制冰，它呢是过冷水，就说采用这个冰晶式制冰器，冰晶溶液由泵送入这个储槽，然后储冰率比较大，大概是60%，管内呢是这个乙二醇水溶液，这个冰片滑落式呢，大家看通过它的名字，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它有一个冰板，然后它蒸发板制冰，至于这个储水或储冰槽的上部，当蒸发板的这个冰的厚度达到8毫米的时候，冰片就会周期性的脱落到这个蓄冰槽里面。它的再冷剂呢？没有再冷剂。好，关于弹管外结冰室，它按照这个制冰融冰方式分呢，常有三种，就是说蛇形、螺旋形和 U 型立式弹管。这弹管大致都是分为这么几种，就是说蛇形的，包括化热器也是，它也是分为一个蛇形的、螺旋型的 U 型立式弹管。只要大家学了那个化热器，或者说是学了这个传热学，大致都很清楚它这些构造。而这个弹管外结冰室呢，它常用的方式的特点呢，是内容冰室传热效率比较高，它的储冰的这个速率比较稳定，然后闭式的流程带来的系统的防腐和静压处理呢，简便经济。然后外冷冰室呢，它温度可低至0到1摄氏度，适应于大型大温差低温送风系统、大型区域供冷系统。同样的，它有再冷剂，再冷剂同样跟这个我们的冰晶室都是为乙烯乙二醇水溶液。而封装冰呢，它是这里介绍的封装冰，它的蓄冷技术比较慢，温度比较低，蓄冷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呢，它的这个槽的结构和形状呢，可灵活设置，储槽的这个阻力低，流量增大，阻力幅减小。它的冰球板呢，它的这个加冷剂呢，同样的也是在冰球板外是乙烯乙二醇水溶液。它这里还介绍了一个共晶盐蓄冷，共晶盐蓄冷，大家听到名字大致可以知道，它呢是以这个共晶盐溶液呢是属于一个高温相电的材料，就它可以用常规的这个基础来提供冷源，特别适用于改造项目。它的再冷剂就是共晶盐溶液了，根据它的名字大致就可以清楚。就是说它分为这个冰球室跟冰板室。这个根据它制冰方式分呢，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它这里冰蓄冷这里分为了就是静态制冷跟这个动态制冷，这个呢大家要有所了解。在我们教材678页这一段，它也稍微大致的介绍了一下，就是蓄冰设备呢跟这个制冰部件呢为一体结构，就是这个静态的时候，然后当动态的时候，它冰的级别跟融化呢不是在同一个位置下进行，就是制冷机跟这个蓄冷槽啊它相互对立。大家看它这个水这个蓄冷的一个特点，它蓄冷呢通常用这个常规空调的冷水机组，就考虑它消防水池啊，用这个消防水池可以节约它的出头资，它的维修呢相对简单，维修费用低。大家注意的是，水蓄冷呢是属于一个显热蓄冷方式，实际使用上呢是供给水的一个温差是5到11摄氏度。而冰蓄冷技术的特点呢，它的蓄冷密度比较大，就是冰嘛，它这个冰蓄冷储槽比较小，但是呢它的冷损耗小，而且呢冰蓄冷槽的这个供水的这个温度呢比较稳定，供水温度呢接近0摄氏度，冰水混合物是0摄氏度嘛，然后可以采用低温送风系统，从而带来这个空调运行时费用的一个降低。再一个呢，它对制冷机的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在
制冰的时候，因为蒸发温度的一个降低，会带来一个压缩之 COP 的一个降低。同样的，他介绍了这个共晶圆蓄冷技术的一个特点，它呢考的相对较少，就是说它介于这个水蓄冷跟冰蓄冷之间，但是它蓄冷的这个许槽要相对水呢比较小，然后相对冰呢又更大，因为采用了这个共晶圆溶液作为这个高温相对材料，所以它这个制冷机蒸发温度相对这个冰蓄冷的时候呢要高，但是在这个蓄冷还有释放冷量、储存冷量跟释放冷量的过程中呢，它换热性能相对较差，所以它这个出投资设备出投资比较高。它这里大致的介绍了一下，选择假如说要选择用共晶圆蓄冷装置的时候，应该要满足这么几个条件，就是说它那个假如说用共晶圆蓄冷装置的话，它的这个蓄冷速度应该保证在允许的时间段内能充分的蓄冷，因为它的特点就是相对较慢，因为它换热性能较差嘛。所以它这个制冷的工作温度降低应该控制在整个系统具有经济性的一个范围内。再一个呢，它融冰速率跟出水速度呢可以满足这个空调系统用冰用冷的一个要求。另外一个，它这个对于它这个高温上面的材料共晶圆应该选用这个物理化学性能比较稳定、相变、潜热、大、无毒、价格适中。这个呢，大家看到这个应该要有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跟我们之前选制冷剂是差不多的，它的一个要求就是说物理化学性能要稳定啊，相变啊，这些潜热要比较大，还有无毒无害价格呢要适中这个呢大致是相似的。大家看到它那个常用的制冷技术有一些基本数据在我们教材，它有一些基本的数据，包括无论说是用这个水蓄冷、冰蓄冷，还是这个共晶圆蓄冷技术，大家可以看到，对照我们课教材679页表4.7-4，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冰片滑热是它的这个储槽体积是比较小啊。它的冰室的这个储槽都比较小，而它的冷冻水呢，水蓄冷呢，它的这个会场体积呢比较大。然而共晶圆呢是基本上是介于在冷冻水跟冰片滑落，就冰片冰蓄冷技术它这个会槽体积之间，它的蓄冷温度呢同样的是我们这个它大致有一个范围，同样是我们冰蓄冷它的相对比较低，然后室冷温度呢大家可以知道它的室冷温度共晶圆的呢相对比较高，还有它的一个会槽结构开式钢混凝土的这些它制冷机的一个类型呢，比如说双工矿制冷机标准单工矿制冷机这些，还有它 COP 的一个值。 COP 大家看到 COP 在我们冷冻水蓄冷的它的 COP 值是非常高的。就是说你看对于我们的它这个无论说是水蓄冷也好，还是冰蓄冷也好，还是这个共晶圆
动机能蓄冷技术也好，就大家可以看它的蓄冷温度跟这个蓄冷制冷机蓄冷工况的一个 COP 的一个比较，就是说它的蓄冷温度越低，它的 COP 就越小。我希望大家能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这么一个敏感性，就是说你假如说你温度稍微要再往下降，那你 COP 就会降低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空调在夏季的时候，假如说你开20度，但是你再降低2度，18度，那这样的话它的功率其实是增加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室外它的温度是可能有30多度，就是说我们还要再往下降的话，我们在已经非常温度已经非常低了，然后还要再往下降的话，那它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冷系统来说，它就会损耗就会非常大，它的这个功率呢啊，相对来说就会增加， COP 呢就会下降很多。我希望大家能有这么一个敏感性。他们还有这个制冷流体啊这些。好，在我们课件里呢，它这里有一个图啊，分别呢是讲它这个水蓄冷和冰蓄冷啊容积大小的一个比较。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水蓄冷它的容积呢，相对冰蓄冷来说它的容积要更大，而这个供给源蓄冷技术呢，它这个储藏体积是介于水蓄冷跟冰蓄冷之间的。然后呢，它这里讲冰蓄冷显热蓄冷，它这个蓄冷密度比较小，相当水池，这个呢在我们的教材里面，在我们教材讲它特点里面都介绍到了。好，我们先大致休息2分钟，可以吧？我们大致休息2分钟，然后2分钟之后我们继续。
实这样讲的话，可能大家会听得比较累。那么我们通过来练做几个练习吧，这样的话发挥一下大家自己的主动性。第十一题，冰水蓄冷系统的一个特点。假如说大家刚刚都听了我讲的东西的话，那大致这些内容应该都能够做出来，就这几个题目都可以做出来，就直接不用看课本。哎，都还在吗？各位同学，希望你们把这两题做一下，马上把它做出来。第四十一题，下列哪一项不是水蓄冷系统的一个特点？第九十题，不需要采用乙烯、乙二醇、水溶液等中间冷媒的一个蓄冷方式是？那西恩梅同学呢？这些答案选 B。 冯细胞同学也讲出来了，就是说他可以使用这个消防水池。但是他总的这个技术要求还是相对比较低的，相对这个共晶结晶啊，还有这个制冰来说，大家可以看到它分类就知道它相对来说是更简单的。它这里要求低呢，其实也是说法并不是非常严谨。第九十题呢，答案选 C。 下面教材678页，这边有啊，答案选 C 啊。陈同学怎么选 A 了呢？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不需要采用乙烯、乙二醇的，就是这个冰片滑螺丝嘛。哦，没有看到啊，大家再看一下这两题，这个常用的这个蓄冷方式中。制冷机蓄冷工况的 COP 值最低的是哪一个？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一个基本数据，我希望大家没有看教材也能够把它做出来。
92题呢？啊，92题呢？它92题选92题不宜低于4摄氏度吧，选 B 吧。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冷冻水它的蓄冷温度是在4到6摄氏度，它不应该低于4摄氏度吧。92题的答案选 B。 92题答案选 B， 没错。好，再来看2题。这题大家不需要看教材都应该能把它选出来吧。收屏最高的是哪个？SD 什么意思？那西二梅同学呢？好，12题呢，是我们还没有讲到的内容。12题可以先不用做。156题，答案选 D 吧，就是说它供精盐蓄冷跟这个冷冻水蓄冷，它 COP 都比相对这个冰蓄冷都比较高，这个大家要知道，所以呢这一题答案选 D。54题答案选什么？这两题呢是多选题，冰蓄冷技术的特点，能马上的给出的答案吗？与水蓄冷相比，冰蓄冷的优势是什么？考察的是你刚才对这个我们的这个水蓄冷、冰蓄冷还有供精盐蓄冷的它一个掌握。
54题呢？答案选 B、C、D。我们 B 蓄冷技术的特点 ，DA 呢是它是水蓄冷技术的特点，然后 B、C、D 呢可实现低温送风，适用于短时间内需要大量制冷的建筑，某些场合可以减少冷水机组的装机容量，这些呢都属于 B 蓄冷技术的一个特点。而63题呢，答案选 A、B、D， 在我们的教材679页，就说它相对跟水蓄冷相比呢。它的这个蓄冷密度大，供水温度稳定，送风的温度低。C 呢？它水蓄冷的这个冷量损耗大吧？所以答案选 A、B、D。对啊，它需要有一个前提嘛，所以呢？C 呢，并不是它的一个优势。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系统，冰蓄冷系统的一个形式。我们上节课也大致讲了一下它的系统，它的一个蓄冷，它的一个形式。大家可以看我们教材的80页，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水蓄冷组成呢，它常用的水蓄冷系统呢有两类，一个呢是开式流程，一个呢是开闭式混合流程。开式流程呢有这个串联完全混合型汇冷流程和这个温度分层型汇冷流程两种，而开闭式混合流程呢又有供冷回路跟这用户连接间接连接的一个流程，然后高层的这个建筑分开的开闭式混合流程和这个闭式制冷回路与这个开式辅助蓄冷回路结合流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冷机跟这个冰蓄冷并联的时候像末端功能，这个是一个并联系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冰槽还有我们的冷水机组，这是并联，同样的跟这个换热器并联，然后这边是回水供水，这个呢是属于用户回水，然后供水，然后供降用户，这个是一个供暖的一个网，供冷的一个网。然后呢这里呢它是跟我们这边不同的呢，它是在这边加了一个阀，就是说它可以这边可以关掉，这边可以打开，就这两边可以决定这两边是否通。再一个呢，我们的串联系统，它的冷机跟冷槽串联像末端功能，冰槽的上游还有这个冷机的上游，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是一个并联，就是说它的冰槽啊跟我们这个冷水机组是属于一个串联的一个串联。然后在大家都学过电路图吧，它就跟我们电路一样的，就是说它这个呢冰槽，因为它是一个主路在一个子路，主路它呢是一个同样的是在主路中的一个并联，它们就是冷水机组它自身的一个并联，这边组成一个串联。然后再像这个换热器，这里呢回水，这里呢
供水、供上用户。这里呢是冷机上游传感系统。好，大家可以还可以看到我们的教材，在我们的教材680页呢，它这里介绍了温度层型储槽流程图和这用热交换器间接供冷的一个流程。我们的教材里面呢，还对这个开式流程跟这个开闭式混合流程的一个冰水蓄冷、水蓄冷系统进行一个对比。我们的对比呢，它分别有这个蓄热蓄冷槽跟这个热交换器。开式流程呢，它又分为这个串联完全混合式流程跟温度分层型流程，而各蓄冷的槽内呢，水完全混合由多个蓄冷槽串联组成，而这个温度分层型流程呢，利用温度不同时的比重差，然后尽量使水不相互混合，多采用这个垂直型像这个象形蓄冷槽。同样的，它都没有热交换器，就是开式流程它里面没有热交换器，而这个供冷回路跟用户连接的开闭式混合流程呢，它是有换热器的，就是说我们的供冷回路跟这个用户间接连接的一个开闭式混合流程。什么意思呢？就开式流程呢，就是我们的制出去的冷就已经就是烧那这回路间接连接的开闭式混合流程呢，它是有一个热交换器，通过热交换器来一个间接的一个供冷。同样的，它的蓄冷槽呢可以采用开式的流程形式，但是它的蓄冷槽能采用这个高效板式换热器。这个呢分别是开式流程的，它是直接供冷，系统简单，出头之省，维修简单。而这个供冷回路呢，跟着用户间接连接的开闭式混合流程。就比如说这个就是属于一个混合式的一个开闭式流程。混合式就是说它有一个换热器，间接的来一个供冷。它的优点呢是空调的冷冻水质好，用户侧呢是闭式回路，然后水泵的扬尘呢降低，适用于大于35米的一个高层建筑。而它的缺点呢，就是这个空调冷冻水供水温度高出开式流程1到2摄氏度，带来制冷机的一个电耗增加。而开式系统呢，使得这个水质易受污染，它应该设置这个水处理装置。而水泵的扬尘呢增加，制冷和这供冷回路呢，应考虑防止虹吸或者是倒空造成的一个运行工况的一个破坏。而对于我们的冰蓄冷系统形式呢，它同样的它分为这个串联系统，还有串联系统，就是说它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就是它的制冷机位于这个储槽的一个上部，它的制冷机位于它的会槽的上游。比如说在我们的教材681页的图4.7-4，你会看到它的一个串联系统，它可以位于这个会槽上游，然后也可以位于会槽的下游。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制冷机组啊，就是说它在泵的上游跟泵的下游。再一个呢，它并联形式，它的并联流程呢，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它有这么两个
啊，这是电联系统，也在教我们教材683页呢，也有图4.7-5内容冰蓄冷系统电联流程配置，因为它冷水机组跟这个制冷机组呢，跟这个蓄冷装置呢，处于一个并联的一个状态，然后再通向用户。它这里呢是它这里呢是一个开式的，就是啊，它这里呢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功能，就是它不是通过一个热交换器，但是一般情况都是通过热交换器，通过供水回水。啊，一般来说啊，这个串联系统都采用这个制冷机上游的一个方式。这个时候，因为在上游它的制冷的进水温度比较高，有利于这个制冷机的一个高效和节电的一个运行，所以该方式呢被广泛的采用。再一个呢，它当这个冰蓄冷尾槽的这个熔冰出口温度不能够获得稳定的获得的时候呢，应该采用这个制冷机下游的一个方式，将它的板式换热器入口的冰水温度维持恒定。啊，这个呢，大家自己要仔细消化一下，我们之后会有一些练习，然后留给大家一些时间，自己慢慢的来理解。它的并联系统呢，通常采用这个一二层溶液，温差为5摄氏度的一个场合，就是说它制冷机组跟这个冰蓄冷槽啊，处于一个并联的位置，然后因为它这个制冷机组呢，跟这个冰蓄冷槽呢，分别处于相对独立的一个环路中，所以它的操作控制灵活，可以实现这个联合功能，蓄冷跟并供冷、蓄冰、融冰供冷，还有制冷机供冷等多种的一个模式，可以较好的发挥它的制冷机跟冰蓄冷槽的均衡功能的一个能力，运用灵活。好，那我们来，我们做到这儿，那我们来练几个题目。这里答案选什么？采用大温差冷水时，冰蓄冷系统你采用哪一个？大家对照它的各个特点，就是冰蓄冷系统，它串联是用串联还是用并联，还是串联的上游还是下游？答案选什么？那其他两位同学呢？42题，谢文梅同学呢？答案选 A。它制冷机上游串联系统的时候，就应该采用，就是宜采用这个大温差冷水。就是宜试用大温差冷水的时候。好，啊，这个呢，我们刚才，这个呢是我们之前所讲的内容。这里答案选什么？
47题呢先不用选，因为它还是我没有涉及到的一个内容。43题答案在我们的教材六百七十七页，答案选 AB。 答案选 AB。 采用双工矿制冷机，冯同学已经预习得很快了。这里大家做一下。76题，动态冰蓄冷的冰片滑落式跟静态冰蓄冷的盘管内融冰方式相比，哪个特点相对比较突出？46题，呢？16题呢，答案选 C。 在我们教材668页，关于动态冰蓄冷跟这个静态冰蓄冷盘管这几个它有一个特点的一个对比，答案选 C。蓄冷空调系统的一个设计流程，就拿这个蓄冷空调系统来说，45题是我们还没有讲到的内容。它的设计流程呢，首先我们计算这个建筑主体的冷热负荷分布图，计算它的冷热负荷分布图，包括空调分区。另外一个呢，我们来介绍它冷热还有设计的最大小时负荷，就比如说是上午10点呢，还是说晚上还是什么时候，然后来推出它的大致估算它的非蓄冷系统冷机它的一个装机容量，然后呢根据它冷热设计热的日负荷还有蓄冷装置的一个附加负荷来选择它的蓄冷系统跟冷机的一个装机容量。接着呢，我们用根据它空调负荷和控制方式制冷系统它的一个装机容量取这个冷率估算值，
接着呢，我们通过它的一个全年负荷和比较各种冷源的方式来确定它的一个设备选型和价格估算，然后我们再根据它全年的一个能耗 COP 排放量计算分析，就二氧化碳排放量，然后计算分析。再一个呢，最后呢是确定它的方案详细设计。这个呢是我们大致的一个就拿这个蓄冷空调系统的设计来说，它的一个流程图。室内体呢，它的题目是这个动态冰蓄冷的冰片滑落时和静态冰蓄冷弹管内融冰方式相比，它具有这个室冷速度快、出水温度恒定的这么一个突出的特点，在我们的教材678页。好，系同学你课后的时候自己再看一下678页，这一个知识点。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呢，我们还是要再讲一下这个我们的蓄冷系统的一个设计原则。水蓄冷系统的一个设计原则，还有包括它的一个系统跟这个设备的一个选型计算。我们来讲一下水蓄冷系统的一个设计原则，就是说它在场地允许的条件下面，你考虑这个采用这个水蓄冷系统，因为它容易出现相对来说这个条件不会那么苛刻，然后设备呢相对简单，成本呢相对较低。它的水蓄冷储槽呢应该布置在制冷站附近，来降低管道系统的一个冷损失，同时呢要节约出投资，减少这个运行能耗和费用。再一个呢，它当它的这个水蓄冷储藏容量容积不宜低于100立方米，就是应该充分利用这个建筑地下空间，地下空间一般都是，然后占地面积呢要小，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要加深一点，然后会带来这个出投资跟用地的一个节约。然后它这个水蓄冷储槽设计的关键呢，是要使它的高温区域的水和低温区域的水呢，尽可能不产生混合，就形成活塞式的一个流场。它的低温区域跟高温区域呢，要隔开。第四点呢，它的供水温差呢不宜小于7摄氏度，然后蓄冷的一个水温呢不宜低于4摄氏度，然后蓄冷的容积呢有一个要求。当它水路设计的时候，应该采用一个防止系统中的一个水倒灌的一个措施。这个呢，水倒灌的一个措施，这个呢，大家要了解。第六个呢，它这个蓄冷循环冷水泵呢，应该布置在储槽水位以下的位置，保证泵的一个吸力压头。另外呢，冰蓄冷系统的一个设计原则，它有这么几点，就是说在较小的一个空调制系统制冰的同时呢，要有少量的一个就一般不大于设计储冰冷量的一个10%连续空调负荷的需求，在这个系统中呢要单设这个循环水泵来取冷。另外一个，对于较大的空调系统制冰的同时要采用一个连续空调的一个负荷，还有它有一个空调供水温度和供回水温差需要满足以下1、2、3、4基本要求。再一个呢，它冷媒的蒸发温度要高因为蒸发温度每降低1摄氏度，它的组织平均耗电量要增加2%到3%。你看，就刚才我所讲的，它冷媒的蒸发温度就是比较低，在比较低的情况下，你再稍微再降那么一点点，
它的这个平均耗电量是要增加很多的，这个呢希望大家要注意，在设计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就是假如说你要节能的话，那你就是要尽量的考虑它的冷媒增大温度稍微的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要取相对高一点的值。然后呢它的 IPF 就是说水为结冰体积占储冰槽内体积之比例呢，它的值要高，要减少这个冷损失，一般呢它要值要在 30% 以上。还有它的蓄冰槽的一个体积要小，占地空间要小，这个考虑它占地空间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呢，通过考虑它寿命，就它寿命要长，我国规定的一个折旧期年限为15%，为15年，为15年，国际上的为20年。我想大家假如说学了这个工程经济学，我想都应该知道这个折旧期年限，这个概念，它的投资要节约。再一个呢，它这个蓄冷跟这个速度要快，系统呢要完全可靠。它速度快呢，就是要能满足这个整个系统的一个运行速度。它维修化方便简单。它的部分复合蓄冷方式跟运行的这个蓄冰系统呢，应该采用这个双工况制冷机，减少这个设备台数和节约投资。再一个呢，它整体系统运行效率要高，然后 COP 值呢不应该低于 2.5。 再一个呢，他讲了一下我们这个介绍我们这个盘管式蓄冰系统应该遵循这些设计规定比如他要对这个各蓄冰单元的冰层厚度跟蓄冰层进行一个监控，还有他外冷冰蓄冰槽应该采用合理的蓄冷温度跟控制措施，要防止管处间形成冰槽，对面冷冰蓄冷槽应该防止膨胀部分形成这个冰帽，而设置空气泵的时候呢，应该设置这个除油过滤器，以避免压缩空气中的油液进入这个冰槽。空气泵的一个发热量呢，应该记录这个蓄冰槽的一个冷量损失，并对这个钢管钢制蓄冰槽和钢制盘管呢采取必要的一个防腐保护措施。第四个呢，它这个外冷冰槽冰蓄冰槽的一个数量呢大于2个小时的时候，大于2的时候呢，它要采用这个避免连接。而对于风式蓄冰系统，它有这么几个规定，比如说它要采用这个闭式蓄冰装置，膨胀水箱才能够容纳冰水相变和加冷剂温度变化引起的体积膨胀量。再一个，它封装冰容器配置呢，应该保证它的膨胀和收缩不产生短路循环。当配置举行封装冰容器的时候呢，应该在槽内空中间高度加这个加装折流板，使它的这个进出口压差不会相差很大。而对于配置球形的这个封装冰容器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冰球隔网来保护措施，它的蓄冷槽的进出口呢应该设极管或者是分配器，而它的蓄冰槽应该采用外保温，还有它的出水温度应该用旁通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热气旁通法，这个呢在我们制冷中呢是比较常见的。还有设置这个三通阀或者是联动的两通阀门来进行一个控制，就是说在控制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自动控制它对这些管路对这些阀门的控制是非常的，就是主要是在对这些阀门的一个控制，对它流量啊温度的一个监控。而冰片滑落是蓄冷系统，它有以下这么几个规定1、2、3、4、5，一个是还有这个设置制冰和脱冰循环周期。再一个呢，它是蓄冰槽呢应该采用外保温，那再一个呢，它应该采用措施来减少这个蓄冰槽内无冰空间。
同样的，它冷却塔要满足的蒸发温度比较高时的一个制冷剂的一个排热量。啊，这个呢，大致我们就讲了，水蓄冷系统的一个设计原则，冰蓄冷系统的一个设计原则。寒管是蓄冰系统的一个设计原则，封装是蓄冰系统的一个设计原则，还有冰片滑热是蓄冷系统的一个设计原则。这个呢，大家大致要有所了解。好，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就讲到这里。我呢，给大家留了几个作业。这个呢，这两题呢都是我们冰系统的一个设计要点，我还没开始，但是呢，我相信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蓄冰它在这之前能够把它做出来，就是看一下你自己的一个自学的一个效果，就是大致的先找一找书上相关的知识点，这样留作大家的作业，希望大家能够截图截下来。今天内容呢，蓄冰技术它的大致的一个分类，分为全负荷蓄冰、部分负荷蓄冰，然后全负荷蓄冰下面有一个离心式的分离式的一个分离式分离区，它的部分负荷又可以分为这个延长运转型、缩短运转型、减谷运转型。再一个呢，它的应用场合我们大概讲了一下，比如说它在办公楼、银行、百货商场、宾馆、饭店这些使用空调负荷比较大的时候应该采用哪种，还有用这个比如说影剧院、体育馆、大会堂、学校，它这些有显著的不均衡性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一个使用。再一个呢，它一些工业性的一个空调使用场所，还有这个受限的一个空调工程场所。再一个呢，需要应急用冷源的一个场所，还有采用低温送风的一个空调工程的一个场所，区域集中供冷的一个空调工程的一个场所，它的一个采用这个空调蓄冷技术是比较有经济性的。再一个呢，我们讲了这个蓄冷技术的分类和特点，它可以分为水蓄冷、冰蓄冷，还有这个常用的供精盐蓄冷技术。水蓄冷呢，就可以分为分层化、泥工、曲靖和挡板，还有复合储槽。而冰蓄冷呢，又可以分为冰浆式、冰晶式、冰片滑热式、弹管外接冰式，还有封冰式。而供精盐蓄冷呢，它又分为供精盐蓄冷，又称为液态盐蓄冷，它又可以分为冰球式和冰板式。这个呢，大家要心中要有所了解。还有介绍它各自的一个特点，包括水蓄冷特点技术的一个特点、冰蓄冷技术的一个特点、供精盐蓄冷的一个技术特点。大家知道供精盐它的一个技术特点呢，大致是介于这个水蓄冷跟冰蓄冷之间的，无论说是它的 COP 也好，它的蓄冷温度也好，它的室冷温度也好，这些呢大致都是介于它们之间的。好，它的室冷温度不一样，它室冷温度呢，再一个呢，我们讲了一下这个蓄冷系统的一个组成，包括它水蓄冷的一个组成、并联、串联，还有它开式流程，还有开闭式混合流程。而冰蓄冷系统的一个组成呢，它有串联式系统、并联系统，然后串联系统有上游和下游，因为它制冷剂位于储槽的一个上游、下游，又可以分为两类。然后它各有什么特点呢？大家也要大致清楚。我们还最后呢，还讲了一下这个水蓄冷系统的一个设计原则、冰蓄冷系统的一个设计原则，
还有这个弹管式系统的一个设计原则，冰泉式蓄冰系统的一个设计原则，冰片滑落式蓄冷空系统的一个设计原则。这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然后下节课呢，我们会讲一下它的蓄冷系统的一个设计要点，还有我们的这个一些练习。下节课呢，我应该还会再讲这个冷库系设计的基础知识，就是说我们提前的，假如说我们可以提前把这个进度讲完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进度提前的话，那我们之后可以节约出一大两节课来讲这个我们的真题，就是专门拿我们的真题包括我们之前没有讲的真题一起拿出来给大家让大家做，然后给大家讲解一下。好，谢谢陈同学。哦，实在是不敢当，还有那个有待改进。要不断改进，希望大家能够学起来，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这个是我们的目的。好，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大家晚安。大家晚安，谢谢。